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这支影片我来讲一下彩版天堂 M 本周的更新重点内容。第一个是大师大会战、大师副本、支配之塔、魔族之地，还有 L d 城堡的 BOSS 必掉他的专属金色道具。然后第二个活动重点就是新篇章伺服器昔日的说话之岛里面的魔力碎片掉落量乘以一点五倍，它每天都还可以制作一包的综合神秘抽卡包选择箱，还有综合抽卡包选择箱。 第三个活动重点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神秘的流浪马戏团，时间是一周，一样是六十级以上可以进场。到时候我们就每天把它刷好刷满。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这一周的消费重点，第一个是如果你有玩新边枪四伏器的话，说话之岛技能补给箱，这个箱子的 CP 值非常的高，一个两千钻，每个账号可以买八次。它里面的重点在于最后一个说话之岛技能箱。 在新服务器，大家都非常缺技能。然后这个技能箱，它里面可以随机获得技能卡包期间的两个英雄技能书补给一个，还有 Rebirth 世界英雄技能书选择箱。我们先来看一下英雄技能书补给的，它会开出对应职业的技能，像魔剑士可以开出超级声波。最好的话就是抽到了这个 Rebirth 世界英雄技能书选择箱。然后我们热门的职业魔剑士，它可以选择的是飞剑，还有方阵王牌，两招都是一等一的顶级技能。 如果你想要拼这些红记的话，记得要买这个礼包哦。然后另外一个消费重点就是这个涅莫西斯的战斗宝石袋组合包，这个是在一般服里面开放的。然后这次开放了大家等很久的英雄变身卡选择箱，它需要使用两百四十万的变身币才能制作。其中开放了全新的艾比诺盆地。然后没意外的话，下礼拜应该就会开放十万变身币兑换的最高级马戏团抽卡包。另外这个礼拜因为换月马，所以他又再度开放了艾比诺成长资源组合包。 然后下一个重点就是在一般服还开放了章节的骑士团装备选择箱，你只要使用五十五个宝石袋就可以进行制作，每个账号可以做四个，里面可以自选任一个骑士团装备的防具。再来另外两个是章节的英雄生物卡补给箱，还有章节综合卡箱，它们每一个单价分别都是六千钻。章节英雄生物卡补给箱它的内容相当丰富。 可以获得英雄圣物卡选择箱，挑选一个圣物币七十万，我觉得它整体的 CP 值是非常的高。另外一个是章节综合卡箱，它可以自选三张红卡，等于是六千转买三红，再附加一个自选的保底点数一点。这两个箱子就是只有在改版或者是换月的时候才有机会出现的。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别忘了记得购买哦。好啦，那这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大家拜拜。